们这次选第二个选项，尽其是团长该尽的责任。想一想，我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塔克既然身为骑士团的团长的责任，我会从旁一直支持你的。只能用这种借口了，本来是想让卡克继续生活在一起，不希望他回到原本的世界，但这也是我单方面的想法罢了。そうか。希望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很喜欢卡克的，这是我人生唯一一次告白，这单纯只是我个人不求回报的想法而已，或许对塔克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意义。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要好好跟卡克说清楚。是，我一定陪你到最后的。在原本的世界中，还有很多人在等塔克，对吧？啊，その通りだ。这样的话，我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帮助卡克能够回到原本的世界。这件事打从我见到你之后就不曾改变过。我认真说完话后，塔克沉默着，陷入沉默，默默点着头。まさか、キ君にカツを入れられるとはな。太激动了。いや、いいんだ。おかげでなんだか体に火が入った気がする。おかげで大事なものを思い出せた。もう私が迷うことはない。他看外婆昔日恢复凛冽的姿态，有气宇非凡美丽的女骑士站在我身边，我自己的情绪不禁高涨了起来。这是卡克的力量吗？私からもキ君に伝えたいことがある。卡克突然开了口。キ君に会えて本当に良かった。我也是。正当我回答时，听到外头传来怪物的咆哮声。我想就是那暴龙魔吧，没有任何根据，凭我个人的直觉，肯定着，来了。啊，ディアブロだ。卡克拔出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行くぞ。卡克自信踏出第一步，从他脸上看不到任何迷惘或胆怯。卡克一脚踏了出去，我赶紧跟上他的脚步。是暴龙魔，在卡克的世界里，等同于灾难的邪恶怪物，摧毁过无数的国家，灾难变得恐怖和绝望生命的怪物。卡克曾这么说过，我当时还想，这种怪物只会出现在异世界而已。怎么可能会出现在世界？拜托别做梦了，我错了，我真的太天真了。卡克之所以回到这个世界，都是那个暴龙魔所做的好事。卡克说，暴龙魔对我侵略这个世界毫无意图，暴龙魔对你这个没有魔力的世界毫无兴趣的样子。现在的我也只好期待事实，正如卡克所说的一样。秋叶原的街上出现巨大的异形，我实在无法乐观地看待这件事。那就是暴龙魔吗？体型大像象的数字背带，他的身旁的怪物，我可以看出，我看得究竟。在创作世界中不时出现的龙，我可以如数家珍。如果一见到真实，我已经笑到身体卷缩在一起。卡克微微笑了起来。久しいな、ディアブロ。私が切り裂いた翼の傷はもういいのか？难道他不会生气吗？怒っているな。よほど傷が痛むのだろう。翅膀上有一道很大的裂伤。回復していないところを見るとかなり効いていたらしい。本調子ではないなら好都合というものだ。你们要不敢，这样身体还没康复的样子。ブルースだ、キ君、まだ。好了。卡克鼓起勇气，你们都会被关闭包围了。我往仓库的方向突出了火焰。啊！ブレスの威力は相変わらずだな。卡克吱的一声，向我伸出了手。キ君の魔力を貸してくれ。魔法障壁を強化する。ブレスを吐き終えた瞬間が好機だ。我把手伸了出去，将身上魔力传给卡克。想不到他怎么做到的，不过这道墙比刚才状态会更加巨大。さすがだ。卡克微笑。私にしがみついていてくれ。障壁を張ったままディアブロに近づく。我照卡克所说的，紧跟在他后头。突然间，卡克心如刀割。
絶対に離すな。手を離したらモンスターの餌になるぞ。出来的小怪物，如果眼前状况的我心里满是惊慌，马克思怎样跳起在波罗摩的脸周上附近，面前的脸越来越大，我也不禁叫了起来。此刻挑战波罗摩挥下手上的剑，这么近距离的斩击，波罗摩不可能躲得掉。投弹！但是别太得意忘形了，小妹妹。波罗摩一说话后，将自己的尾巴朝卡克重重地挥了过去。阴阳知道，我与塔克被狠狠甩到地上，身体痛得无法起身，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痛痛痛痛痛！但是好像还活着，这多亏塔克所布下的魔法墙之故。但是塔克倒卧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卡特，我很想叫醒他，不过身体却痛到发不出声音。不可能，我没事，塔克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啊？为什么一直不醒呢、啊？竟然选择去救人类，亏我这么看好你，却这么的脆弱，我也没有再下手的必要。接下来就交给我的部下们好好啃死你。望着我诺斯丧失兴趣的样子，一路看着我们离开了视线。那些怪人将我包围住，双头狼到哪里去了？还有比暴龙魔小 S。小声一点的龙也在，我到底该怎么做？我绝对不是这些怪物的对手。这种状况到底该怎么办？我的内心的绝望越来越沉重。虽然绝望，为了保护卡特，我还是站着起来和怪物们相互对峙。哦，保护你其实矮小人类啊！还真是抱歉，我就这么矮小。虽然他骨头坚强。身躯不自觉的颤抖，别对塔克尔下手，要的话就由我来当你对手吧。还真是愚蠢，这样的话，你试试看，在我吐出火焰时，保护那家伙看看。暴龙王大口吸着气，打量着我，现在没有魔法装备的保护，一旦受到他吐出的火焰，我大概会粉身碎骨化成灰吧。即便我想要保护塔克，他也会被夜夜化成灰吧。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愿意离开。闭上眼，等待暴龙王的火焰将我吞噬。但是我一直等不到那毁灭性的一刻来袭。有人点点我的剑，我便睁开眼。卡特，塔克再度展开魔法战斗，出现在我的眼前。你没事吧？無事とは言えないな。全身が悲鳴を上げている。だがそれ以上に今は力があふれている。キ君の勇気が私に力をくれたんだ。我的勇气。この一撃で終わらせる。ありったけの魔力を私にくれ。我的卡特张开了身旁，双手合力握着剑，剑无所能，用力嘶吼着。整把剑被光彩缠绕，渐渐显得一个巨大光芒。我在光芒的围绕之下失去了意识。おい、起きるんだ。卡克咬着我，把我从浓梦中拉回现实。無事か？还可以，已经晚上了。看我丧失意识已经有一段时间。暴龙魔呢？他怎么样了？やつは倒した。だが。魂まで消滅させるには力が足りなかったようでな。还活着吗？ああ。けれど魂だけの存在となった奴はほぼ無力だ。最後の魔力で再び次元の扉を開いて元の世界に逃げ戻ったが、私があちらの世界でとどめを刺せば、それで今度こそ完全に終わるはずだ。这样要回去了吗？卡特。ああ、もう次元転移の魔法は展開してある。あとは発動させるだけだ。一开始就有这个情况，现在是该完成的时候。但是和卡克尔分开之前，心里不时有点摇动。
君に会えたことは私にとって大切な思い出だ。ずっと忘れない。卡克一句一句说出自己诚心的一面，我必须要说些什么，但我内心的想法却无法用言语来表示。真的得在这说再见了。我们内心的心声和视线的动声，抓着卡克尔的手，把他抱进怀里。おい、キ君。因为卡克尔分开，我没有办法接受。何を？私は戻ら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キ君にだってそれは分かっているだろう。这是他包容我，把归我送回原本的世界，是骑士团长的责任。卡克尔必须回到原本的世界。有着很多的理由，即便不说我也懂。我要和卡克一起回去。那卡克竟然瞪大双眼。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キ君は二度とこちらの世界に戻ってこられなく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んだぞ。没关系，只要能够和卡克在一起的话，就这么做吧。真说差一点点的话，也就爸妈而已。我相信爸妈一定能够理解我这个决定，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如果不会造成你的麻烦的话，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迷惑だなんて、そんなことはない。卡克犹豫了一下，叹口气后做下决定。私もキ君が一緒に来てくれるなら嬉しい。このまま転移魔法を発動する。もう後には引けないからな。我们就这样被吸进魔法阵中。不知道是不是转移魔法的效果，我又再度失去了意识。和塔克相遇以来，失去意识的状况不断的发生。好好锻炼身体，应该就能改善了吧？现在不是思考这种事的时候。转移魔法真的成功了吗？出现在眼前晴空万里，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乌鸦鸟鸣声，这和原本的世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起身看看周遭，发现一件事，眼前这座大城堡和日本完全不一样啊！就像奇幻作品才会出现那种庄严的城堡。いい場所だろ。卡特，朝着声音的方向望了过去，看见卡特。まさか、キ君と共にこの城を見上げることになろうとはな。正好周遭有广大的绿地，以及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原来如此，这是少见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卡克尔的，我有点惊讶，问起卡克尔，帮了我呢？キ君が寝ている間に仕留めたよ。もはや相手にもならないほど弱体化していた。听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要不然这可就照顾不了安宁了。但是卡克尔却用严肃的态度看着我。キ君はこちらの世界で生き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そのためにも相応の強さを身につけてもらいたい。在这个世界里有许多比暴龙们更强大的怪物，这和原本世界不同，不在这个世界生存可是更加的辛苦。自分の身は自分で守れるくらいにはなっておいてもらわないとな。私の剣の修行は厳しいからな。しっかりついてくるんだぞ。卡克表面上不用多说就已经把我绝好的样子，我知道手掌间苦笑着。我知道了，那就拜托你卡克尔师父。覚悟しておくことだ。回到这个世界，他第一次的笑容，我看着他的笑容，下意识的抱住他。おい！然后带着困惑，就欣然接受我的怀抱。我知道他只是害羞而已，心里完全是接受我的。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卡特尔。接下来在这个世界里，应该有许多阻碍等着我们。即便是这样，我相信我也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只要能够和塔克尔在一起，无论什么困难都能度过的。我带着这份坚信的心情，谢谢塔克尔。他的温度透过嘴唇传递了过来，好柔软。我全身上下的神经都聚集在嘴唇上，就这样一直牵住塔克尔，身体就像着了火一样。两个人的心连着彼此的亲吻，让你感到幸福。卡克尔引着红，
感じまた。もう少し情熱的な触れ合いでも構わないんだぞ。好了，后面就是不能再放上去的。OK，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那个频道专属会员里面放，好像也是不行。好了，没办法，所以大家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自己去买来玩玩看。哦，那后面的话我会直接剪掉，然后放到那个直接放片尾曲，就是没有那些画面之后的剧情。好了，就只好美女女骑士所说的做吧。两个人又再度亲吻，我的身体感受到旁边的温度，比刚刚又更加的热起来。哎，直接片尾哦，还以为有什么羞羞人的事情，原来没有，有可能后面有了。好了，我们这边看完吧。那我刚刚做的那一段结尾是怎样？抜け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これから稽古をつけてやると言っているんだ。団長補佐たるものもっとシャキッとしてもらわないと困るぞ。心臓部和卡克的手指会是日本的辅佐，原本具备魔法残影的我是透过开发自身的魔法强化才成功的，像不具备剑术的我透过自身的强化才达到今天辅佐的地位，不过也是透过魔法的能力罢了，真是完全不行，所以卡克才是会帮助我练习剑术，我自己觉得非得这么做不行。さて、今日はどのくらい持つかな？他看了边说边拔出身上佩戴的木剑。拜托，要手下留情啊！我解除自身的魔法，拿起木剑，就这样一直输他，实在有违我的男子气概。至少要学会一个办事。啊！いい立ち筋だぞ、キ君。接下来不断的你来我往的练习。
吸引出一个新的，我实在太强了。人生养的健身组的人果然是不同方向，但是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就这里切入，塔克收剑那一瞬间，我朝他攻了过去。我的一胜99999败时机，我见停在卡克的手前面，没有打到他，就快打到他那一瞬间停了下来。卡克笑了出来，便举起把戟说：“这很怕输了。”まだまだ負けるつもりはなかったんだかな。我可是变得有点强了。もちろん、キ君はもう立派な騎士の一人だ。卡克说着，自己点点头。そろそろ。騎士団長の職をキ君に譲って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な。我当骑士团团长，这里只是说接下塔克的意志，成为王国骑士团团长，我才待几年休息而已。这种重大职位从来没考虑过。現時点でキ君の剣の技量は私に届きつつある。それに魔法の素養は私よりもはるかに上だ。我简单找着查了一下。我的祖先可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魔法师，据说是为了塔旁魔王而从另一个世界移转过来的样子。过去的魔法书也是这位魔法师所住的样子。这件事关重大的决定，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过来。卡克认真的表情拍着我的肩膀。キ君の力はこれからの王国に必要だ。私と共にこの国を守ってくれ。我可能一会儿回到卡特。就卡克而已。そうか。卡克带着有点困惑的表情，或许是我的误会，总感觉卡克很高兴的这么说，同时也很失望我的回答。我不介意他的反应，继续说着。所以说，我要继续变得更强，来保护卡克。卡克抹去他失望的表情，开心了起来。我会接下骑士团团长的位置，加卡克的骑士团长位置。身上的责任应该会轻松许多，如果能扛上这责任的话，何而不为呢？一直以来都是你在保护我，接下来换我来保护你。かっこいいじゃないか、キ君。被这么一说，我也高兴了起来。该不会是我说什么害臊的话，就自己都不自知吧？今の言葉、録音魔法で保存しておいたからな。たがえたら承知しないぞ。え？什么时候我偷偷录音了？这家伙立刻把录音给删除。我看到卡克开心的样子，我才说不出口。原来我想保护塔克的决心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即便是接下团长位置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刚刚那次说出一直要保护他这句话，这害羞的程度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了。今天我才了解到，为了塔克一直不让重复那句口头禅。何をモジモジしているんだ。キ君が私を守ってくれるのだろう。卡克很开心，这样子对我说着，虽然他没有其他恶意或是别的意思，跟着我想挖个地洞把自己的脸埋起来，把我给杀了吧。我低声喃喃自语，想要消弭这害羞的心情。哎，好，所以第二个结局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什么，没有想象中不能播的画面，这些画面还是可以播。哎，奇怪了。好，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留言、加关注，就可以关注 IG、FB 还有 Twitch， 谢谢大家收看，拜拜。